尿布哦，来，你们两个还在干什么？跟我追！你们继续追！好了好了，乖乖，妈妈弄到你了，对不对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不要哭了，妈妈不知道你累了，你也不想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缘的女儿，我知道你长大以后一定会恨我，可是你如果一直跟在我身边，你就一定要跟我这样躲躲藏藏，要不然你就会被抓回去那个可怕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对你来说都不公平。妈妈相信没有我你会更幸福。机器人哦，我的心没有那么痛过哎，可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说，再怎么样我都不能回头，因为我不想妨碍你们的生活啊。可是老天爷就很奇怪啊，他就没有断掉我们母女之间的那个缘分啊，才让我在户政事务所遇到你们呐。我们是来离婚的啊哈。起码笑脸人真了脸呢。嗨，所以啊，你现在哦就要赶快去找你那个砍手，把他的手哦砍掉掉，还在吗？年轻人，你要好好保护他哦。我跟你讲，不管他有没有那个，如果哦你要让他哦亲自告诉你的话，啊你就当一个好爸爸的样子给他看吗？我就来成全你们，阿如啊，我这辈子哦跟你是没有缘分的啦，啊我能帮你做的哦就只有这一些。你放心啦，我也请大奶夫人给你多比啦，但是你要快乐哦，记得要笑。